经常联合教会的建议向新外来台湾来的请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来这家是一项非常欢喜的代志，因为我这摆去英国，对英国得到底下得到一项非常非常的宝贝，我将这个宝贝带来，今天带来伫咱的中间是。这个卡扎来台湾做传教士的华克的，伊的迄个献身书，伊伫迄个十六岁的时阵，十六岁就是对一年呢，就是1865迄年。伊写迄个献身书，讲要献伊家己本身做上帝的奴仆。迄年拄拄是啥物年呢？就是马雅国以前上陆伫台湾，开始传道哩，就是拄拄1865。迄个时阵，华克勒16岁，伫读大学。伊是大学生，16岁。今仔日我毋知有看咱中间有人16岁无？那就拢比安尼较侪岁款。16岁时阵，伊就写一个献身书。我做一个介绍，就是即个台湾的地图。就是咱在住的所在。这个地图，伫荷兰人来占台湾的时阵，1600年，迄个时代所画的地图，台湾是先做起像哩。我就是因为即摆。有去找到这个宝贝，我头拄仔在讲，这个宝贝是非常的宝贝。那要用钱来买也买袂着。我对英国要来到美国，我真小心，惊讲这个叫叛变，还是讲叫毁坏去。对美国去加拿大，我嘛真小心。对加拿大来日本。佫对日本，佫来到台湾。明仔载，我下晡会去台南。明仔载要将这个宝贝的这个献身书交予台南市内。马太13:44-46，底下有耶稣讲譬如，讲天国亲像甚物？底下有两个譬如，一个就是讲天国亲像迄个。一个人去看到迄个宝贝隐埋伫土地，所以伊就牵伊个所为，去拼伊所为，去买迄个土地，伊得到迄个宝贝。佫一个就是咧讲，一个生意人去找到宝贝，为着要爱得到迄个宝贝。伊倾家荡产，逐项拢去变卖，来得到迄个宝贝。我即摆就是安尼亲像，你看个感觉。我对退休到呾已经真侪年啊，10几年啊。对退休到呾，从我所有个我个厝啦，啥物逐项拢卖袂去，我就是伫找啥物，找宝贝，找迄个台湾教会个宣教个历史个宝贝。到最近才去找到这个巴克勒的献身书，这个巴克勒的献身书得到就是讲，我得到这个宝贝吼，我先将我的所有的拢甲拼落去，我去英国至少交拜，
找不管迄个历史，啊去到最后去找到这个巴克勒的献身书。巴克勒这张相，就会当看到讲巴克勒少年的时，加加伊的迄个年老的时阵，啊下骹就是安那巴克勒啊加迄个去。北部团队里的迄、那个马街，啊，伫漳州边，遐就是巴克勒啊，甲巴克勒牧师牛，啊，搁一张就是，我头拄仔讲的唔对，就是伫倒手边迄个是巴克勒年老的时阵生做亲像的，啊，就是即摆伫正边的下骹，就是巴克勒啊，甲迄个马街做伙。的时阵，翕的相。我即摆去英国，啊，伫遐得到这个巴克勒的这个宝贝的文件，是伫倒位呢？就是出名的大学，叫做剑桥大学。伫剑桥大学的迄个所在，有一间教会，叫做圣哥伦巴的迄个长老教会。底下开一个迄个礼拜，啊，这就是迄个时阵的迄个礼拜的神书。啊，这个礼拜就是迄个圣科罗马的迄个长老教会的迄个像。啊，这个圣科罗马是一个真有迄个宣教的迄个意识的教会。底下有，就是有迄个巴克勒的亲族，啊，将这个献身书摕来交予我。啊，伫迄个典礼的时阵，有过一摆，啊，有一个长老读这个献身书。啊，这个献身书就是我本来我的迄个干爹，就是讲放互伊去。啊，来上迄个稳定的工作。啊，我就是本来有准备迄个讲道，就是因为我得到这个宝贝，啊，我后来想讲，好啊，迄个讲道，然后咧后摆我若阁有机会，再来讲迄个讲道。啊，今仔日就是拢无改题目，也无改圣诗圣经，就是干那改迄个内底。就是咧讲迄个内底内容，其实巴克勒的这个献身书，就是咧讲放回去，啊，上上帝宝座，稳定的宝座，就是拄拄亲像安尼，巴克勒所写的迄个献身书，就是亲像安尼。伊伫上起头遐讲，上帝啊，我实在是袂确定，都是我。来到你的面前，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从什么？十六岁的青年哦，会晓讲，前教大得甲我关怀，前教大得甲我指挥，啊，前教大得甲我抓掉了迄个所有即地面上的政权、地面上的部务、地面上的答案，我拢甲伊放上，拢放回去，好哇。要受你的稳定的帮助，啊！你请你上帝，你就甲我用亲像耶稣，你做派遣的迄个耶稣基督安尼，你甲我用，互我各所在会当去为着你来做工作。啊！伊写这个献身书的时阵是1865，啊，到1875，十年后。伊读大学，读新南医，啊，佫受训练。十年后，1875来到台湾，啊，伊就是亲像安尼，将伊家己的所有的，大汉拢献伫主的面前。啊，到这个献身书的，这献身书拢总有几页呀？拢总有十页，啊，都是第一个。
到中央，就是伊个献身书了的是，伊就是讲，伫一八六五的迄个十一月二日，伊个生日前，迄个以后，每年啊到伊个生日的时，伊就搁定在，搁签名，搁定在献身。
啊，佫经过一礼拜外，伊佫写信甲我讲，写信甲我讲，赵叔，阮的家族已经决定讲，这个物件特别爱奉献献予台南市内，就是伊本来伫台南所做嘅物所在，我足欢喜，欢喜甲袂落。安尼一世人在找宝贝吼，唔捌找到遮尼好、遮尼高贵的宝贝。即下你一看的这个，就是巴克的牧师哩。啊，只可惜一张相，我干那有两张相尔，一张是拍在恁看的，这个相，啊，甲一张，啊，一张是伊在坐轿，啊，伊的面无面，足可惜。我是咧想讲，你嘛有人会当将迄个伊的目睭啊，上个点来看会当，啊，看作会当的。可以，一旦看会到，把迄个1875来到台湾，十年后，1885，会记讲是6月19，伊去屏东县遐有一个所在叫做旗仑，爱惊人呢，叫人看大不一样，啊，我一个。在日本的韩国的画图家，我甲伊拜托，啊，叫伊甲我画。啊，这张一幅图，当然我有办过，就是个在画工遐人，日轮遐人哦。啊，将因整面所画、所画遐大画拢甲、拢甲集集的啊来到、来到伫讲道理的所在、伫礼拜所在，将遐大画甲、甲压、压把起来对头壳讲。家己的脚掌，拢总之叫大背，解音啦吼，啊到足臭足臭，把迄个就是叫做亲像迄款的前面。啊，而且这就是迄个时代，迄个，这都过过十年啦吼，到1895的时阵。啊，有一个将军叫做刘英福，啊，伊伫台南遐有宣告讲台湾共和国，啊，宣告独立。啊，这个就是叫做护照，啊，就是外国人英国的宣教师就爱带这個，才会当讲啊，亲像咱即摆在讲的护照，也亲像迄个签证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是感觉讲，即老人吼，伊个临时个政府吼，啊，含慢也是讲无注意啦，上落尾啊，伊无讲台湾共和国第几年，伊家写讲国书21年，啊啥，那就讲古卡啥做啥，咱知影讲老人吼个国，无几个月就。1895，就是国战，把迄个拄着台南府城的遐遐生理人，也是遐有力的人来甲把迄个拜托，讲叫把迄个就去甲迄个日本的迄个将军啊奈落将军甲伊。就去交涉，看有嘛会当予一本军入来台南，毋免闹鬼，毋免带遐迄落战争。把迄个啊甲宋仲坚两个啊半暝去找迄个内幕将军。啊，这就是一百多是是，伫表示讲把迄个啊甲迄个内幕将军伫遐伫讲话的迄、那个迄个。啊，过来就是，把迄个先入去台南，啊，甲遐个人讲，恁着开城门。早起时，啊，遐个日本军会入来，啊，甲遮日本军做伙入来，就是宋仲坚，宋仲坚带遮日本兵入来。
啊，把迄个神入去伫迄个台南古城内底，啊，即百货就是伫讲迄个情节。把迄个登记到英国的时阵，伊有甲遐英国的长老教会遐会友，甲遐教会的人，甲伊报告讲，日本军是安怎样入来台湾，入来台南，啊，这就是伊的感恩的迄个 program。把迄个一个真大的贡献，就是设台南市内。啊，我哪里？我头拄仔咧讲，1895，伊带日本兵，啊，过满五年，伊去到过过五年，伊去到迄个英国。啊，较早我个老师迄个杨树勇老师讲，一摆伊去互事业家家请迄个下晡时个茶，啊，啉茶个时阵，把迄个甲迄个事业家坐下咧讲讲。阮台南市内有需要特别的方面，特别爱去台南市内的校舍。伊需要甲家讲，啊，你到底欠偌济？把迄个家讲哦，欠1000磅，1000磅是足大个哦。啊，需要甲讲好，我1000磅好哩。总是伊无要讲是啥物人方面，所以到今仔日。咱阿了唔知影讲伊个名是啥物，把今日后来得甲伊个学生讲，我个老师，我若知哦，家讲搁较侪1500磅嘛好，我是1000磅，啊，摕来起一个好舍，就是台南市内面，啊，这就是台南市内面正嘛，迄个整起个时阵，甲大拢。要阁是亲像即款个情景，阁一个第二个迄个大个讲个是啥物？就是说迄个新闻啦吼，啊叫做府城教会广播，啊这就是1885开始，就是伊叫破大肥迄面，啊足足差无偌久迄个时阵，伊开始发迄、那个。府城啊，教会广播，啊，这就是迄个广播社的原来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报社社啦吼，迄、那个伊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所在，啊，伊头叫做主丁堂，主集迄个丁堡的迄个堂，啊，这就是伊的第二个真大个贡献，啊，台湾头一个外版的迄个印刷。都是把迄个开始，这就是伊较早在做新南伊个校长的时代啊，迄个伫我的手内所有的上早的台南新南伊个书生的迄个相，啊，伫遮有三个上教师，一个就是甘伟林上早来，李修伊来，以后就是伊来。啊，过来就是巴克勒，啊，巴克勒过来就是宋仲根，因三个啊做起来一个感觉。啊，这即款国会，这个就是讲台湾南部、北部是迄个马介牧师带生，方入一寡伊个学生做迄个北部牧师，台南较慢，南部较慢。就爱到即个1898出来，加方林两个，一个叫做刘俊贤，啊，搁一个叫做潘明珠，啊，因两个差一个嘛，啊，一中间两个头两个的老师啊，受方林，啊，咱中间唔知有人有因的亲戚无，即个。刘俊贤牧师的迄个后生，较早伫台中庙院做牧师，就是即个刘俊宏牧师的老爸。啊，即个潘明珠牧师伊的后生是叫做潘，我即马上龙山再讲袂出伊的名啊。这就是迄个
抄完两个牧师，啊，这个就是第三个牧师，就是迄个叫做吴连杰，啊，吴连杰就是真出名的台南市内个院长，头一个台湾两个院长吴宗伟牧师的阿公，啊，这就是1903诶圣诞的迄个时阵创立的。啊，即摆即张相就是讲。后来在日本人在管台湾的时代，台湾是哪里学生是亲像安尼，啊，至少有看见的巴克勒是较老啊，因为这个巴克勒到伊年老的时阵，还阁住伫台湾哩，死伫台湾。即款这张的相就是讲，这个南部设立大会。的时阵，这是伫彰化教会，伫遐设立台湾的南部大会，啊，迄个时阵的相，日本在管的时代，一摆就是我伫英国有迄个什么国会，那就。我有一张空的，咱这么多话就是要爱予咱看，讲我伫迄个剑桥底下，大家奉献，即个奉献礼拜迄个情形，要爱予咱看，都是差不多。就是迄、那个一摆的迄个献身书的交换手的是迄个礼拜，啊，迄、那个礼拜的时阵啊，有28人来赴迄个礼拜，啊，非常虽然少人，总是非常隆重。可惜，迄个过过遐就是在讲。我一个，至少咱若无在这堂看是，你就顶礼拜迄个教育广播是头一页，啊，有这个一报讲，这个巴克勒献身书，迄个交接的迄个礼拜，啊，伫边仔有一个圆箍的迄个相，就是这个。这个 Catherine Martin 将这个献身书交予我，这个时阵的相，啊，就是对，这就是一个真历史的，啊，就是这个献身书对英国要倒转去，要去到台南的中间，拄拄好我今仔日来到这彰化，啊，来到这咱英国的教会，啊，将这个献身书通予咱看。当然，较短啦。有一丝仔时间，恁若想要爱看这个原来迄个献身书的迄个原文，啊，恁再找我来。我无随便要互人看，惊那胖子也是损害伊都无在。所以，这就是我在讲，想要紧的点就是什么？这个会使讲是咱。台湾基督教教会开始的1865，就产生的一个献身书。啊，这个有足大意义，就是什么？上帝伫乎迄个妈妈国来台湾的上时阵，去感动这个白人的来献身。啊，哪里这个白人来到台湾，伊一世人。拢无违背伊个约约，无论去到倒位，伊那迄个11月是伊来嘛，伊就阁签名。伊结婚甲牧师娘有做伙有16年久，牧师娘原来做伙签名。啊，所以会使你讲是16岁1865以后逐年，所以有七十一年久到伊死。拢逐年拢有签名，
所以这个文也是有七十一年久的宝贝，是我的，我会使讲这是一个宣告的灵魂，宣告一个精神，还是讲一个灵命，是这个内底。伊讲我将所有这个地面上所有的，对我约束，对我指挥的，拢该放下。放好一件，只有我唔忘记，就是上帝宝座的顶面，请你，请上帝你给我用。啊，伊后来佫讲，我死了后吼，唔忘人人去看到我这个文章，我来会对这来受感触，啊，我来互因写因家己的献身书。来，唔忘你，我来保障我，你来献你家己，来做上帝的奴隶，上帝的奴仆。这就是我今仔日想讲，无将这个献身书的代志来讲予咱听，袂用得。所以我就将我的感动改做一句话，我搁倒转来上头啊，我讲，上帝国。耶稣讲，上帝国亲像迄个一个人，啊，伫追找，啊，去看到迄个宝贝藏伫一个园里，伊就变卖所有的，啊，去改变迄个园，啊，伊就得到迄个宝贝。啊，佮上帝国亲像甚物？我上帝国亲像一个。在追找的什么人？在追找宝贝，啊，追找去找到的时阵，伊就将伊所有的拢变卖，拢总去欠好了，拢放回去，啊，来得到迄个宝贝。我头拄仔讲讲，我吼先将我的迄个退休金啊，我的积蓄拢给放回去，啊，去再找到位。唔嘛，也拢唔是买，都是去找到一个宝贝啊！迄、那个欢喜是非常的欢喜，啊，我所以欢喜到袂过着，就再去甲咱三家分享，三家来祈祷。伊个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收拾我团队的幸福，啊，收拾我。把迄个牧师，啊，伊将伊家己本身献乎你。阮今仔日才有侪侪你的需要，亲像栽培是牧师的是哪样？啊，亲像传好消息的公布，啊，佮后来把牧师话也翻译，阮即个。这栋金地用的新旧约的圣经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予巴结勒献伊家己本身，拢无留半项，就是完全献予你。伊予阮伫信仰的内面也好，亲像巴结勒，予阮也献阮家己本身，做你的仆人，予世界有和平。予我的国家有公义，啊，予我的教会有活命，今日祝福因传我行这个世界路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